咁作為一個80後嘅團隊咧，山林品牌咁希望就用翻老師傅嘅手法，去傳承緊一個傳統嘅奶茶俾現代人。因為其實我哋品牌都有四種唔同嘅口味，四種唔同配方啦。而除咗喺老師傅嘅最傳統嘅口味之外啦，其實仲有三款其實適合翻呢一代香港人嘅口味。咁所以一共前後咧，其實就用咗12種唔同嘅茶葉。呢一支其實就係集中於佢嘅茶味啦、厚度啦、回甘度啦，同埋茶香啦，其實都會做到比較平均，亦都突出。咁而呢一個咧，就其實希望設計翻俾呢一代香港人飲，其實飲落去會比較消極啲嘅。咁而呢一個上年比賽啦，受制於一間供應商嘅茶葉，咁其實就希望集中翻佢嘅茶嘅特性嘅。咁而呢個最後嘅茶酒，其實就係呢一個傳統嘅配方上面取代咗佢嘅糖，用煉奶而帶出佢茶同埋奶嘅濃郁度。